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记得要大声的说早安，才会有精神哦。在路上碰到你的朋友或老师，也要记得跟他说声 Good morning 哦。现在赶快一起来，又要早点名喽。姐姐，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。昨天晚上的时候啊，有一只麋鹿跑来找我哎。哇，好棒哦，小哥哥。哎，那麋鹿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啊？哦，他要我啊，告诉每一个小朋友说，圣诞老公公要祝福他们圣诞快乐。哦，那我们就赶快祝所有的小朋友圣诞快乐。准备好，用树伯伯家门前，真是热闹。
蛙乐队鼓声起，夜莺美妙来合唱，蝴蝶仙子翩飞舞，充满掌声和欢呼。蜻蜓哥哥耶、yeah! 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蜻蜓哥哥。小朋友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到跳舞天堂里面去吧。和我跳支舞啊，美丽的姑娘，让我牵着你的小手，随着音乐摆荡。和我跳支舞啊，美丽的好姑娘，让我牵着你的小手，温柔地对你歌唱。耶、yeah, ！我们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一起大声地说 ：Yo yo love you, I love you。对啊，苹果姐姐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圣诞 party 吧。好啊，不过我们要先陪小朋友一起去跳舞哦。小朋友，待会见哦。
跟水蜜桃姐姐一样很有精神啦。美好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喽。那小朋友现在准备好了吗？一起来迎接今天的挑战。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